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陆博。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彭老师您好。彭老师，节目一开始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还是关于美食。我们这么多美食，您最情有独钟的是哪一种呢？主食还是面？还是面条，因为是北方人嘛。彭老师，我也特别喜欢吃面食，尤其是这个面条，我觉得它营养特别的丰富和均衡。着急的时候下点挂面，放点菜，哎，全齐全了啊。手工挂面的种类也很多，有的非常细，有的呢不是很细，但吃起来很筋道。您见过这个挂面的制作过程吗？应该说我还是比较了解这个的。那么做手工挂面呢，我也见过，是纯粹用手去揉去搓，给它搓成细条，然后再晾起来了。晾干了以后，拿刀一切，一包装，这就是手工挂面。哦，那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呢，就跟制作挂面有关系。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面条，中国最常见的主食之一，虽然自古便有着北方面食、南方米饭的说法，但对于这种既能果腹又能容纳万千滋味的美食，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同时，由于面条长而瘦的外形，让讨口彩的中国人自然将它和长寿的寓意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更是生日宴席上少不了的主角。在众多形态迥异、粗细不同的面条中，挂面是最考验制作者技巧和耐心的。虽然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极为复杂。这不，为了亲身体验挂面的制作，记者来到了有着挂面之乡美誉的山东省临清市。据说这里人人都是做挂面的高手。临清市坑村镇的一个这个东马村，然后这个村呢是出了名的这个挂面之乡。今天我就带大伙儿看一看这个挂面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好吧，跟我来。再看这户有没有人啊。哎，你好。啊，你好。是那装台的啊，然后看您这是怎么做挂面的啊啊啊！哦，您这是正和面的是吧？啊，坐这儿。哦，看看，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您这是什么工序啊？这是？这是和好了面开条。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块冬面吧，石头，嗯，拉的一条一条的，它逐渐的就是把它变细，是手工。然后变细，然后变细之后，然后还能变细？哎，一到时候是一直变的跟头发身上都细。哦，然后这就是我们吃的挂面。哎，对对对对，吃的挂面啊。怎么做？这么做啊？行，这样行吗？行吧，行啊。来点的，行吧，行。第一次体验制作挂面，我们的记者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可老乡却告诉我们，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辛苦活，不仅需要技术，还要有耐心，因为要制作挂面必须头天和面、揉面、醒面，真正开始后还要经过搓面和盘条，才能够让面基本成型，这也是其中最费人工和时间的工序。所谓搓条和盘面，就是将开好的粗面条经过多次的揉搓变成极细的面条，同时将其盘好放在盆中，以便进行醒面的工序。哦，这活必须得两个人干哈。啊，必须两个人。啊，一个人干不了。明白了。这我能试试吗？这个阿姨啊，我能试试吗？哎，你看我这等一会儿。我试试，我试试，来，我试试。不是，我都干不了。是吗？我试试，我试试啊，就是搓呗。啊，是吧？啊，走，先搓，先手拿刀。啊，搓刀。往下就行，往下刀听。哟，
断了。你说的嘛，蹬的厉害。对，那时候线条不好。你别那个使劲蹬，你光。啊，不能使劲蹬是吧？不用使劲蹬。你去搓就好了。行，那我这慢点啊，叔叔。你又太细了，太细了。哦哦，太细了。啊，太细了还不行。我试试啊。你不硬咋就着？那个手不能太，一些一个紧在那底下要摔倒。这活儿还真不好干。干不了，这个活儿不好干。我干了几十年了，我搓条我搓不好。搓不好是吧？搓条。正像大叔说的，这两道工艺每个几十年的功力是很难掌握精髓的，而这一步，恰恰关系到挂面最终的外形和口感。这不，记者忙活了大半天，劳动成果都没有得到两位老乡的认可。这还不算完，为了保证口感，忙了一天的师傅们还要马不停蹄地进行上铅、开面、挂面等多个步骤，直到晒干后才算大功告成。整个过程需要十几道的制作工序不说，要连续几天才能完成。品尝着自己参与制作的挂面，记者也有种说不出的喜悦，但同时他也提出一直憋在心里的问题。叔叔，就是我问您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么用机器，就是能代替这个手工操作吗？因为我看您手工操作非常的辛苦啊，这工序还非常多。哟，我咋知道正在做？那时候看那都就整不了了啊，就是您大侄子就做这个机器是吧？哎，他我前面上多。哦，行，那我一会儿过去看看去。啊，行，好吧，那我把这碗面先吃了。啊，谢谢。好吧，谢谢您啊，我这还真有点饿了。发明人宁国军，发明项目自动挂面搓条机。眼前这位大哥叫宁国军，他就是老乡口中的大侄子，地地道道的农家汉。在这个挂面之乡，他属于个另类，大家都在做挂面，他却经营着自己的养殖场。可谁知好景不长，一场禽流感却让他的养殖场毁于一旦。事业失败的宁国军并没有气馁，他决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重新找到出路。很快他把目光投在了挂面制作上，这个在家乡口传心授了数百年的手艺活，能不能用机器代替呢？经过几年的潜心钻研，他还真就鼓捣出了一台制作挂面的机器来。按照老乡的指引，记者来到了宁国军的家。你好，请问您是那个宁师傅吗？是的，是的。哎，你好，我是那个我发明栏目的。好，好。哎，你好，你好。听说您是搞了一个这个挂面机是吧？对，是的，是的，是的。啊，我听您姑姑说的，对。啊，我看。这怎么？怎么弄啊？这挂面？这就是这要代替这个人工搓条的，这是。这里是一个面盆，盘好的条，从将条从这个轮里提过来，那提过来，提过来从这里送过去，送转一下。啊，还哦，这还有点纹理呢，我看啊，是啊，哦，这是平的，哦，等于这真跟那个手掌是一样的哈。啊，对对对，这就是那大拇哥那感觉是吧？这是平的，是的，是的，是这个把把，然后这模拟的那个手工搓是吧？模拟手工搓的这是。哦，明白了。来这面，对对对，就从这一个这个将条，将条拽过来，按一下，拽过来以后，让它经过它的运转，运转啊，动力让它拽过来，拽过来以后，就到这里以后，就握掉这个盆就放到盆里了。哦，等于您这只是实现了这个其中一步，对对对对，是这意思吧？孟老师，您看我们这个发明人是半路出家的，他的想法还是不错的，希望用这个机器来代替人手工搓面的这个过程，来降低劳动力啊。但是这个搓出来的这个效果，您觉得满意吗？其实呢，他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他就是利用这个人搓面的这个动作啊，模仿这个动作去做的。在这儿呢，我拿来了一块橡皮泥，我们可以看一看人是怎么搓面的。你可以在手里搓，当然也可以在板子上搓，这样一搓呢，它就变成了长条形的，所以它仿照人的这个搓面的这个动作，他做到了这个机器。做这机器呢，那无非是做一个这只手的手把，做一只这只手的手把，把这个面呢夹在当中。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把它这个机器做了一个模型，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边一块板、嗯、上边一块板，嗯，这两块板一夹，把面夹在当中，嗯，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两个手夹着这个面条了？没错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机的电源接上，嗯，你可以看到，嗯，这个面呢在里边就搓了，均匀的、啊、对，那边进来的是粗面条，这边呢拉出来的呢细的就细了。嗯，黄老师，听您这么一讲解，我们知道了这个搓面机的原理啊。那么究竟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这台搓面机的效果会不会好用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您说啊，这就是那个咱盘好的条，对对是吧？是，哎，啊，盘好的条。行，然后使您这机器，咱就能给它搓得更更细，我给你更好啊。嗯，演示一下。对，演示一下呗，您给我演示一下。哎，拿面糊来。蘸点面膜，面膜啊，对对，啊，嗯，这是玉米面，玉米面啊，这必须得加是吧？对对对，哦，哎，这样放进去，这起到什么作用呢？这起到这个不粘板啊，不粘板啊，对 对, 对，明白了。再看怎么可以可以，我给你搓一下，啊、嗯，啊，先转一遍是吧？对对，先转一遍，从这里提过来，提过来，从这，哎，再把将来卡住，卡住，从这个板上拿过来，哦、啊。基本上就用这个手拿住这个面头，面头可以运转了。开机，就是搓澡。哦，这开机二百斤。哦，是吧？这就这样搓了。哦，就这样。哦，这手得扶了是吧？对对对对。一盆得需要多长时间啊？基本上这一盆成交了十来斤的话，就是十分钟吧。十分钟十来斤，对，好，那还挺快的哈。对对对，比人工快吗？比人工快，比人工快多了是吧？对对。宁国军发明的挂面搓条机，主要是由搓板装置和传动装置两部分组成。搓板装置在偏心轮的带动下，形成左右往复运动，模拟人手对较粗的面条进行揉搓。而传动机构则带动面条向前移动，最终由人工盘放在托盘中。通过两个机构的相互配合，原本需要两个人工完成的搓面盘条工作，现在一个人工即可完成。再搓一遍哈，但是搓一遍了还得调试一下机子，为什么呢？毕竟他们这个间距不一样吧。哦，间距不一样，细吧？对对对，那可以调吧？对，可以让它调试一下。行。哦，往下弄，哦，往下弄一下是吧？这个等于就是说把这个案板和这个搓板，对对，让它更近一点是吧？距离拉近一点，拉近。那它是几毫米？现在是？这就是三毫米吧？三毫米是吧？对。需要搓到多细啊？搓的就像是这个咱们吃饭用的筷子一样。哦，跟筷子一样细的是吧？对。我看这已经很细了哈。对对对。一开始那细很多了。还可以把它搓细一点。好，还能再搓细一点啊。嗯。好嘞。行，开始啊。它还挺沉，嗯，这个看看，这个粗细就已经是可以是去上千了，是吧？对，上千的这个粗细了哈，嗯，看看这个筋不筋的，你看还行哈，嗯，挺有韧度的，对对，挺筋道的感觉，对对，对，要不然那咱把这机器那个找您姑父去，可以可以，然后让他看看，嗯，他不是一直不是都不支持您吗？对吧？咱把这面给他抱过去，让他看看，可以，这个可是您用您机器给。这个搓出来的，对，是，看看他怎么看，嗯，好不好？可以可以，走。虽然宁国军的机器并没有完全解决制作挂面的全部工作，但一向自信的他坚定地认为，搓面是最费人工和最需要技巧的工序，不仅要有多年的制面经验，而且要做得好吃，还必须配合的天衣无缝。因此，一般这道工序都是由夫妻才能完成。而自己用了8年时间做出来的发明，已经将搓面工序用机器代替了，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农户们的工作量。所以，只要是机器一亮相，势必会得到认可。但是，
对于一直以来口传身授且世代相传的职业做面师傅，真的能够接受吗？姑父，出来，你出来一下。啊。哎，你好，你看一下我这个是用机子搓的条子怎么样？这是用机子搓的，那行，还可以吧？行，可以。你觉得行吗？这个也行，还行啊。嗯、上线的什么都没问题是吧？能上是吧？嗯。啊。你觉得和人工搓有什么区别吗？那人工搓不能洗啊。啊，人工搓这么细是吧？不能洗，搓不能匀。啊，明白了。还别说，英国军机器做出来的面一上来就得到姑父这个老手艺人的认可，甚至觉得比人工搓的还要好，这让英国军相当得意。可挑剔的姑父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他这玩意儿比着咱那个手工搓能快多少呢？反正比这个人工的快吧。要不行你找几个人咱比一比。那婶是不行？可以啊。比比啊。可以啊。行。行，那闭闭一下，闭闭。嗯，来了是吧？来了哈。对，我姑父来了。对，看板这是哈。说干就干，充分体现了山东人的豪爽性格。但是对于比赛的结果，第一次见到用机器做挂面的姑父，心里也没有底。咱姑父也过来了哈。是的，就是人家说想跟您比比。啊，行，可以吧？咱面条呢，就是有两盆面啊，是五斤，是吧？您觉得这一盆你得搓多长时间？基本上也就是五分钟吧。五分钟这么快？那您那边呢？这一盆您估计得搓多长时间？估计是按平常说，这些得需要十分钟。十分钟是吗？哎。啊，那您这还没开始您就认输了？那你没法，哎，那咱平常的咱试试，平常的咱都是这个速度。啊，那试一试，看看谁输谁那个谁赢，好吧？行，那咱就准备开始吧。来，我听我口令啊。来，准备啊，开始！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人工队和机器队一起发力。宁国军是想用机器证明自己，以姑父为代表的人工队则是为了捍卫自己多年的经验，因此两边谁也不甘落后。您干这活干几年了？我干了二十来年。哇，都干二十多年了是吗？好家伙，那您那个手艺应该是挺不错的啊。觉得还可以。搓了这个多少了？有一斤了吧。啊，搓了有一斤了是吧？有高手助阵，很快人工队这边就搓好了一斤面条。但这并没有给宁国军造成太大的压力。他稳扎稳打，很快机器这边也搓好了一半。正当宁国军觉得这次肯定稳操胜券的时候，意外却突然出现了。哎，你都怎么断了？我看那个，这缠上了，什么毛病？这是？这是可能是这个面，这面不粘的不匀啊。哦，面不啊，这面码是吧？对。哦，哟，怎么还这样了呢？原来，由于搓板机构上的撒粉盒撒出来的面粉数量不够。造成机器搓面过程中，面条与传动机构发生了粘连，进而出现了断裂。这让宁国军焦急不已。尽管是一场比赛，但是毕竟亲情相连，宁国军这边频出的状况也一直牵动着姑父的心。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宁国军很快解决了问题，投入到比赛中。但尽管他不停追赶进度，最终还是人工队
率先完成了比赛。完了吧你？完事儿了啊？完了。还多少？啊，这没了，已经完事儿了。呀，他这也完了，还、哎、8分钟。行，完事儿了是吧？啊，完事儿了，完事儿。来，再看看，来，拿来看看效果。来，姑父，来姑父，来你看看他这行不行？我看着不咋行。为什么呢？他又不平，又不运啊。叫他断了会，俺这一直不断。啊，您这他这个名字又不怎么染。你看您这那棉多粗啊！啊，也不运，啊，不好哈，啊，不看看我，看您那个，你看看这个，有席啊，有运啊，这回搓的不好，哎，对，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这个搓的不匀，哎，搓的不匀，对吧？然后还粗，也粗，然后盘子还不好，哪还用说啊？这盘子不好，那就是没法上签子，啊，上签子不好上，不好上是吧？啊，不好做活，小子，你这椅子你真是不行，你得改改。那好吧，啊，你不改，你比俺这个就没什么油也行了。我看看，我再改一下，啊，是吧？再改一下，我将机再改一下。最终，机器在实际操作中搓出来的面条，并没有得到姑父的认可。虽然速度和人工差不多，但是盘面的质量却远远落在了后面，而且经常出现断条的问题，这都会影响后面的工序。看来搓面的工作并不像宁国军想的那么简单，而对于执着于发明的他，姑父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上来孩子捣鼓这个东西的事儿，我不支持他。他妈也干不成，成天钻家里鼓捣这个玩意儿，又不说耽误功夫，又不说花钱，还挣不钱嘞。他这不败家子啊。自己研发出来的机器连亲人都无法认可，更不要说其他的做面师傅了。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性，宁国军再次钻进了工作间，没日没夜地搞研究。他想着，既然决定做，就不能半途而废，只要自己用心，肯定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还真找到了出问题的地方。一番改进之后，又做出了第二代挂面搓条机。师傅，哎，你好，我又来了。你好，你好，你好。我靠，您这是又弄了一代是吗？是的，是的，是的。哦，这和之前的代有什么区别吗？基本上是改进了吧。啊，是哪改进了？成交前面这个路面主的成交了，不用人工了。这儿就是以前是，你看这手撒。对。现在等于它这儿安了一个斗。对对对。它这是通过什么原理落进去呢？通过这个推拉式的，推拉式的下面有个毛刷。哦，这有毛刷子。对对对。哦，等于是。毛刷子。啊，它可以动是吧？对。哦，然后这个毛刷子，然后一碰这底下网，啊，等于这面就往下走。摩擦以后，它就漏到下面去了。哦，明白了。那成交了，这个落面条啊，已经改进了。这是落面落的很匀。我现在等于这里是落面的。哦，现在等于这个落面箱啊也变了。对，落面箱。那先给我试一下吧，操作一下，我看看。我给你操作一下。哎，这怎么还加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个这个听着控制塔不上别处去的。哦，就不乱跑了哈。你不能跑到轮外也不可行了，是吧？对对对。跑到轮子外，你连你就对断了呀。嗯。操作都一样，操作。操作一样。操作没变化啊。基本操作没变。哦。操作没变化。宁国军发明的第二代挂面搓条机，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盘条装置。盘条装置通过 U 型架和移动杆来控制搓好的面条在下落过程中进行前后移动，而下方的托盘在电机的带动下同步进行左右移动，这样就保证了搓好的面被均匀地盘好在托盘中。同时通过毛刷将 U 型架两侧的储面箱中的面粉刷入托盘，以避免出现面条连托盘的现象。这个完了，没了。啊，这就算完事了呗？这算完事了是吧？这种程度就可以上签子了，对吧？可以上来了。我看看啊。啊，你看，还真挺有弹的哈。
比第一代我觉得好，很有劲了吧？对，很有劲，比第一代那有劲多了。而且现在你看您是这么盘的，对对，因为第一代那个啊，它还不规则啊，人家用人工的。对，您顾不说那个是的，说现在不好上。对，现在我觉得您还可以了，改进了，成了全国前后推拉式的。对，前后式的，对。那这样呗，那咱就不行，把您那二代机，然后推您姑父那儿去，也可以啊。你找您姑父，然后让您姑父看看，行，可以，看看他怎么说。嗯，好不好？让他看一下吧。对，让他看看，对，让他看您的新成果。好，好吧，走，走。嗯。虽说新机器盘出来的面条是纵向的，不同于人工的螺旋式，但是从小就出生在挂面之乡的宁国军知道，这并不会影响上千的工序。可是，他真的能得到姑父和老乡们的认可吗？前一次的失利还萦绕在宁国军的眼前，再次抬着自己的设备前往姑父家中。对于这一次的结果，宁国军心里依然没底。来，姑父，姑父，哎，比比，把机子抬来，给您比试比试。比呀，试试吧。这比试啊，我挺新鲜嘛。啊，您这是正干活了是吧？您这是？啊，那是干着呢。啊，我把哪儿改了？我前面都改进了。这边是路面不到，啊，下面是盘条子。啊，你这不用是，不用了，不用了。啊，这个路面不是成型了，一会这个过去以后，这个上面站得很匀。啊，啊，这回还短粗吧？这回不断，不断是吧？这个能顶几个人呢？这么着，我给你们这个四个人吧。给四个人比啊？对，这回可别说了，给四个人比吧。虽然给姑父展示了自己的改进，可是有了之前的问题，姑父似乎并不买账，还是揪着上一代机器盘面不匀和断面的问题不放，这让宁国军很不服气。他让姑父去找四个人和自己的机器比上一比，用事实来说明一切。按照既定的比赛规则，记者为两边各准备了两盆共十斤开好的粗条，看谁先完成就算胜利。开始。比赛一开始，人工队这边率先发力，师傅们分工合作，有搓面的，有盘面的，几乎一气呵成。见此情景，宁国军也不敢怠慢，他开动了机器，眼睛一刻也不肯离开，生怕再出现什么闪失。看着机器一切运转正常，他这才放下心来。机器飞速转动，面条像一根银线在齿轮间游动，瞬间就变化了身形。很快，宁国军这边就完成了一盆面。哦，第二盆了是吧？第一盆完事儿，第一盆哈，这家伙真快啊！第一盆完了哈，先弄第二盆哈。这边已经完了一盆了啊，已经完了一盆了，快点啊！我们加油！加油！加油！对，快点！记者的话给了人工队更大的压力，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速度。尽管如此，和速度如飞的机器相比，他们却还是远远落在了后面。不一会儿，机器就全部完成。为了让做面师傅们心服口服，宁国军决定再搓一遍，以便让面条更细且更加均匀。尽管多了一道手续，机器队还是率先完成了比赛。停吧，咱这边差，哎呦，咱这边差点呢啊！我差点了。您这呢？我这没完，没完呢，还我看还差多少？差不多了。啊，也不多了是吧？也不多了。这边呢？也不多了是吧？也不多了。那就都差不多。我看啊，用了二十分钟。宁师傅，您说您自己啊，然后呢用了二十分钟，然后搓了，也是搓了十斤，对，而且您还搓两遍，哎，是吧？咱拿着看看效果，来，咱看看效果，再拿着看看效果，这回你看看行不行？
这回你看看这个行不行？他搓了两遍，这回行，这回行，又洗又匀，又洗又匀是吧？哎、比上回强多了，比上回强多了是吧？哎，那你就说他这回这能上千子吗？行，直接上就行，可以是吧？哎，直接上就能。拿回试试去，啊，他试试去，行吧？试试，准行，行吧？哎，这回准行，好。这一次，宁国军的机器在速度上可以说是完胜人工，在质量上也得到了姑父的认可，这让宁国军感到相当欣慰。但是，他做出来的面真的能够经受上千的考验吗？上千是挂面制作中极为重要的步骤，只有经过这一步，才能做出我们熟悉的挂面。但是，它要求揉搓后的面条必须相当劲道，否则在强烈的拉伸过程中，面条很容易发生断裂，这样之前的努力便会前功尽弃。因此，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证明机器做出来的面条合乎标准。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和发明人一起来到了一家挂面厂，准备用上千机做一次验证。在这边打你从里边的，来试试，嗯，哎，行了，行，不行，又断了，断了，这还行啊，行，又断了。让宁国军没有想到的是，看起来很劲道的面条一上机器就出现断裂的问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他这边老断那个，他那个搓条子他压两边，他把那个上铲子这个嘴好使劲搓过了，哦，哎，他时间太长，哦，他那个蒸发的水分了，哦，水分就没有了，哎，是吧？哎，哦，感觉太干了，就是，哎，太干了，哦，嗯，明白了。按照姑父的说法，宁国军这次的问题就出在连续两次揉搓上，没有完成醒面的过程。醒面就是让揉过的面粉充分吸饱水，让水分子在面团中的分布更均匀，同时让面团在经过揉捏摔打之后能放松下来，这样才能使面团具有更强的可塑性，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劲道。因此，这是挂面能否成型和好吃的关键。而宁国军连续两次的搓面过程，使得面团没有足够的时间吸饱水分，因此造成韧性不足，所以才出现了断裂的问题。自己费尽心思改进后的第二代机器再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让宁国军非常沮丧。搓一次面条不够细，搓两次又存在醒面不足的问题，这到底怎么解决呢？这时，坚定的信念成了他继续前进的动力。他觉得，这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在，新的改进思路在他脑子里越来越清晰，他决定在醒面时间的掌握上下功夫。很快，他就交出了自己满意的答卷。先生。聂先生，哎，你好，嚯，您这是干嘛呢？这个，我这不是和强队把这个机子和平啊。嗯，现在这一套东西就是连搓加盘，这是连搓带盘，连搓带盘啊。然后呢，用两个雷的雷公嘛，嗯嗯，来回给我落在船子，船子啊，这是船子运到那边。啊运过去，从这边运过去，运到这边以后，这个时间呢，只能这个面就醒好了。哦，等于是其中这个面在船带上，等于是从那儿然后走过来，走过来，这段路程对对就是这个面就已经醒好了。醒好了啊，这是第二次搓盘。那这还需要个人呗？这里不需要，不需要人是吧？不需要。那他怎么上去啊？这面直接过来面头以后直接提过去。哦，等于就是提一次，对，然后面就不管了，后面就不管了。哦，后面它不断头的好像就不用管。哦，它只要不断就没事是吧？啊，然后直接就是还是经过这儿，然后再搓一遍，再搓一遍，然后下来落到这个落面箱那儿，然后落完之后就能上签子了。对，是这意思吧？对，是的，明白了。宁国军研发的第三代挂面搓条机，主要是由原来的两台搓条机和一条传送带组成。当开好的粗条经过第一台搓条机揉搓后，通过传送带将面条送到第二台搓条机，再次完成搓条工序。同时，面条利用传送的时间完成醒面的工序，
这样既保证了面条搓得更细，而且也保证了面条有足够的醒面时间。没了，哎，完了，关了行是吧？对。哦，这就关了哈。对，这是。看看这面。哎，嚯，这还挺沉的。哎，挺沉的，使了劲儿呢哈。这头呢？啊，这儿，啊，这儿头。啊，这个看看这回这个。这回这不错啊。这回搓的匀吧？匀，又匀，然后又细，而且还挺。这回搓的匀。对，挺弹的，而且这盘子也好。可这。对吧？盘子也规矩，这回挺好。那咱这么着，咱不行就那个上签试试，行，可以，是吧？看看他还看看他还断不断，行，好吧，行，那走，上一下签子，哎，看看还断不断，好的，好，走，走，嗯。机器是研究出来了，可是这样的改进能够避免之前的问题吗？带着搓好的面条，记者和宁国军再次来到了上签车间，这一次还会出现断条的现象吗？这回您估计还断吧？这回不断，应该不断了是吧？应该不断了。那试试。嗯、啊，点点点点。啊，这回不断了吧？这不断了。哇，这么远呢？哎。不要了，太近了，我还是太粗了。哦，这位好，是吧？这回行，这比那人好多了，是吧？你人工上的挺轻松。对对对，肯定。对。这回你姑姑看见了，估计应该给你说大拇哥了，这回是吧？看见你高兴了，对，那肯定高兴了。要不然咱们拿着这就咱找去，可以了，行吗？呦，怎么回事？没签好。哦，没签好是吧？没事吧？没事。那行，那咱拿着这去呗，是吧？这就算成功了呗，就是。啊，是的，基本上算成功了，是不是？基本上算没事了。没事了是吧？行。看来用第三代搓条机做出的面条经受住了上千的考验，那它能够得到姑父的认可吗？姑父，哎，你看这回怎么样？老奶奶，跟家呢哈？你看我这回这烧的怎么样？这边，这是用机子搓出来的，这回你看怎么样？行，也可以，这位。那咱们比试比试不行？比比，不行，再比试去。行，比比。你就是多找几个人。比比，这回不怕你，别说。那你就成交了，我用机子，你用人工的话，你就找八个人吧。我跟你说，咱比试比，你得比熟了，你这正儿八经的赶事儿完就是一个。可以啊，那咱们再比试一下。行，看看是人工的快还是机器的快。行，咱比比去。行吧，行，你再咱找几个人再比试一下。行，比试吧。好。虽然姑父被宁国军的毅力所打动，但是他也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成就让他干脆放弃搞发明。宁国军这次也豁出去了，要他再找八个人来和自己的机器较量一下，如果他输了就再也不搞挂面的机器了。没一会儿功夫，姑父就在村里找到了几个帮手，看来他铁了心要拿下这场比赛。几个人雄赳赳气昂昂的来见宁国军。哎，来了姑父。哎，这回怎么我带八个人来给你比比？好，可以。嚯，你得八个人了这回。咱们八个人。嚯，八个人吧。行，可以。这八个全是这个搓他这高手呗。都是朋友高手。啊，有没有压力啊？您这儿有压力，压力还不小呢。但是我得给比试，是吧？哎，你输了不行，这回。那行吧，那咱找个地儿呗。行，找个地儿，我们比试，行吧？行，看看是人工快还是这个机子快，我的。行，好嘞。为了方便施展拳脚，我们把比赛场地选在了村里的一片开阔地。对于赢得比赛，姑父信心十足。姑父，您能赢他吗？能赢，我觉得能赢。能赢是吧？您这您就是他这不行呗。哦，反正八个的还赢过他，这孩子老干着不靠谱的事儿，这回就要尝尝我厉害，尝尝您的厉害是吧？一切准备就绪，比赛一触即发。先生，您看啊，这边现在有八个这个搓条高手，正这个虎视眈眈的看着你呢啊！这家伙看见要把你给灭了的感觉似的啊！对，您觉得他一个人挑战您八个人，您觉得他有戏吗？没戏，他哥得干过八个了。你们觉得他有戏吗？没戏，没戏。看谁搓得好，然后看谁速度快。搓完之后咱们上签子，然后晾一晾，然后最后咱煮一下，看看哪边弄的好吃。行行不行？行。
有没有信心？有，有是吧？您呢？可以，可以是吧？行，那准备啊，我进时间了啊，开始。随着记者的发令，比赛正式开始。这一次，由于人数上的优势，人工队的速度明显提升了不少，这让宁国军多少有些紧张了。可没想到忙中出错，机器突然出现了故障。怎么了？哦，这边插电是吧？哎呦，怎么弄？我插了一个电缆。哎呦，笨呐！够不着啊。能出毛病了这？这电不是哪是啊？等着了又回来。可不，回来。哎。我关着了，你开一下，开一下。嗯，好了，没事了。行了，来，行，运转了。哦，好了。一番维修之后，机器终于开始工作，而此时的宁国军更加一刻不停地守着自己的机器，以防再次发生意外。可虽然他不断加快进度，但是之前耽误的时间能补回来吗？今天已经第二盆了是吧？第二盆了，第一盆你完了，第一盆啊，不然那还有五分钟啊，挺快的。那我看那个人工里边的啊，哎，师傅，完几盆了？哦，老师干着呢，干了。现在这个搓了有多少了？一百多了，一半了。是一盆的一半吗？一盆一半。那估计能搓有几斤了？有两斤有吗？就是二斤半嘛。二斤半了已经是吧？哇，那还行啊，现在就五分钟了啊。机器齿轮飞速转动，通过机器的聪明，瞬间变得纤细了许多。第一次搓好的面被传到传送带上进行醒面，再到第二台搓面机继续揉搓。很快，宁国军就赶上了进度。这边又摆一盆啊！这一空盆，这一个、两个、真三个是吧？那还有一盆是吧？那块，哇，那挺快的啊！大概过十分钟，啊，真挺快的。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刚开始还马力十足的人工队，这个时候却似乎慢了下来。这也让围观的乡亲们为他们捏着一把汗。眼看着人工队的师傅们奋力追赶进度的时候，记者却叫停了比赛。听着吧，我看是完事儿了啊！好了，最后一段了，对，行了，完事儿，走，那把机停了吧。好，都停了。人工队，我们这完了。快点！哎呀，还没完事儿呢，他们。来看看他们这谁是什么情况了？来，宁师傅，看一下，还多少？你们这？也完事儿了。还有半斤吧。我看也差不多没了。对，差不多。还一点。啊，还有扣了哈。哎，还一点了。还一点了。还有一点。你们那边呢？还有嘞。他这完了。然后把他那放上来，把他那个。现在看或者现在。对，看看那个，对。不，这回你看看他这个。这回怎么处理？看那头怎么样？就不能，怎会啊？也不错，这是吧？真不错吧？对，咱你们也看看，摸摸怎么着的，摸摸好。那可是不错，没事，可是能晕，这回头挺筋道的哈，还匀，那也没事，是吧？哎，那就这么着吧，咱们把这个您这一盆这个手工的啊，就您那一盆手工的，他这一盆是机器的，然后咱都上前试试，看看就是这个还断不断，要是不断的话，然后再看。然后晒干了，然后咱煮一煮，行，看看谁的好吃，行，好吧，可以，走，那走，闭吧，走。再次来到上前车间，我们同时把两队的成果都用上前机来进行检验。上前，我这放西边，您在放西边，他在放东边是吧？行，盘进去试试看看，姑父你给看看啊，看看他还断不断。啊。先把这支上得哈，这边我来帮弄，就是，好，那您开始吧，行，看看还断不断啊，您这边这个，啊，还行，你觉得呢，姑父，看那个，他那个硬，
您是吧？哎，您这个呢，您这行啊。而这一次，民国军机器搓出来的面条并没有出现之前断条的问题，这让他紧张的心放松了不少。为了真正检验机器搓出的面条是否符合要求，我没有按照手工制面的工序，把机器做出来的面分签醒好，并拿到户外进行开面和挂面。在传统手法的不断抻拉下，民国军的面条依然完好无损，犹如一条条银线在阳光下闪耀。姑父，还有那个聂先生啊，咱现在这有两盘这个挂面啊，都是咱们之前弄好的，然后那后边现在有好几个人，咱们先不告诉他哪边就是哪个是您做的，然后哪个是他是然后是姑父做的，好不好？可以，然后咱煮一下，然后一会儿让他们猜一下。行，好不好？行，好吧，来，那煮吧，煮吧。一天之后，我们把晾好的两种挂面带到了一户农家，准备把它们煮好，并让老乡们品尝一下，看看究竟是机器做出的美味，还是手工做出的鲜香。好嘞，行，咱这样啊，这个咱悄悄的啊。这边是您手这个手工，这个是手工哎，对，这是手工的，这是机器的，然后他尝尝去，他们不知道啊，咱也别说啊，让他们不跟他们说，对，然后让他们猜啊，行，走吧，咱们找他们，慢点，得拿着筷子啊，给他们筷子，来，朋友们尝尝啊，尝尝面熟了啊，尝尝这面，来你尝尝，现在这个不等会儿啊，现在这两边啊，有一碗是机器做的，然后有一碗呢是人工做的。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好不好？行，那您先尝啊，不是一个尝，对，一个来，对，尝一个一个来啊。哎，等完尝一点，哪完尝一点？对，小石，来再尝尝这个，把这筷子拿一边去，把筷子拿走。对，尝尝这个。您觉得哪个是机器做的？一样，尝味儿嘞。一样是吗？一样。啊，就是您觉得味儿一样，哎，没什么区别，没有，都一样好吃是吧？一样好吃。来，那您尝尝，来尝尝那个，尝尝那个，一样，尝尝这个，感觉如何？汤不能皱嘞。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好吃，尝不出来，尝不出来，一样，味儿也一样，嗯，好吃吗？好吃，您尝尝它这个，给我做那手工的一样，一样是吧？没什么区别是吧？一样味儿。那你现在你觉得这个它的机器怎么样？成了，成功了，哎，两个人成功了，啊。机器做出的挂面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这让宁国军脸上终于流露出了憨厚的笑容。宁国军发明的挂面搓条机将手工制作挂面过程中需要完成的搓面和盘条的工作，利用机器的搓板装置和盘条装置等机械部件代替，并利用传送带完成了醒面的工序。经过三代改进，不仅大大提高了挂面的制作速度，而且可以做到比手工更加细致均匀，从而大大降低了农户的劳动强度。这个挂面搓条机实际上主要是将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制作挂面效率会高很多。如果再能扩展一下子，将后期制作的挂的过程做成机械化生产，这样的话呢，它的生产力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梦华老师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它是一种东北三省风靡已久的美食，它好吃耐嚼，但做起来费时费力。它具有什么样的魔力超过手工，是众多乡亲们爱不释口？它又是如何将松散的面粉变成美味可口的冷面？让我们来见证冷面的华丽变身，看机器是怎样带给吃货们福音。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冷面福星。